个呀，是咱家小伙伴想你今天挑战一天只吃带火字的食物。那我吃完不就火了吗？瞧把你美的，咱家小伙伴都说了，只要你能完成挑战，他们带着全校的同学全给你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是必须完成。安排早饭给小胖来一盒热腾腾的小火锅。啊，行啊，然后再给小胖来两个火龙果垫吧垫吧。午饭给小胖来一碗火鸡面。然后再来两根火腿肠。然后再给小胖来一个驴肉火烧。今天知道要火了。